谁啊？我敲门没人回应，担心你出事，我就自己上来了。我还没倒下呢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我真的没力气。我不是来纠缠你的。 还你钥匙，谢谢啊。你是内疚的生病了吗？对不起。是你写的吧？你看了？ 作弊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什么心有灵犀，命中注定，都是你的错觉。我也没有非你不可，所以你用不着这么内疚。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，会传染的。 就当是分手礼物吧。传给我，你就好了。都说失恋就像得了重感冒，回去我也病一场，我也会好的。 到底不是我头上的云，还是抓不住。周小琴，你小说写得真好。时间来，东京票都订好了，想让咱们一家三口好好玩一玩。你这边现在又有事儿了。哎，这回认养茶树的事儿，我真得亲自去定。是不是我说那些话你就往心里去了呀？那我赚钱为谁呀？不就是为了你和儿子吗？再说了，咱家的钱不一向都是你决定怎么花吗？你想做茶厂，你就做，我就是不想你太累了。 我不是在跟你赌气，这次反正阴差阳错的逼了自己一把，不也想出办法来了吗？我有预感，如果这次方案可行，真的能解决茶山中长期的发展，到时候就帮你把包袱卸下来了。明白。你就在家好好的看家，好好看儿子，等我回来。等你回来。老婆，你快点回来吧。 好。王妈咪。 你们怎么来啦？他刚刚失恋，想陪我去茶山出个差。我一想，要不然拐个弯介绍你得了。哪来的车啊？这车啊，租的。你快回去收拾东西，出发啦！嗯，跟我们去茶山住2天。现在啊？走啊！那你们等我啊！哎，好。知道了。 我小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坐着爸爸妈妈开的车。现在还真有点想他们了。最后都会在天上重逢。 所以人生就是会有太多的遗憾，来得及是最骗人的一句话。所以有想做的事儿，想爱的人，就应该尽全力。顾佳呀，村长，等好久了。哎呦，没有，你们辛苦了吧？啊，还好还好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好朋友小琴，你叫小琴就行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曼妮，村长好，村长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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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来。啊，我来就可以了。顾佳，你让我拿吧。您再喝吧。哎，好，房间都准备好了，打扫的干干净净的。谢谢啊。那个村里那个腊肉还有没有啊？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老肉。跟他们路上说了一路，放点辣椒一炒，馋掉下巴。下来啦，下来啦！哎，阿姨，好，过来，阿姨，哎，阿姨好。哦，过来，跟着我。那你们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村长，辛苦您了。 哎，姑姑，嗯，我发现刚才一路走进来，这些村民都好喜欢你啊。其实他们这儿的村民都特别质朴，所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个茶厂搞好，要不然都没法跟他们交代。都是真心换真心的，你付出了那么多。其实这里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，你们来到这儿就什么都别想了，好好的干几天体力活，真的特别解压。 真的、啊，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心轻快，但是就是住的条件有点艰苦啊。挺好的，嗯、好久没3个人一块睡了。我们这里每户人家负责几亩山林里的茶树，冬天快到了，茶树呢也不长了，进入休眠期了。这是今年最后一次修整了，就盼着来年春天呢，长得更好。那什么样的是要修剪掉的呀？这茶树呢跟人一样，有幼年期、中年期和衰老期。这幼年期呢，只是为了定型；可到了中年期啊，有的茶树需要清修剪，可有的茶树啊，就需要深度修剪，要改造树冠、砍掉、分叉，这样呢，让营养和养分直接的通到主干上去。这也不舍得，那也想留着，那只能提前进入衰老期喽。你挂了挺多的嘞。 姑姑，你们说山的那边是什么呀？山那边，不就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吗？只有山吗？我想去山的那边看一看。我觉得那边的风景会更好。 可是我觉得，远观比近看更有味道。翻过这座山到那边的山，我去过，风景真的特别美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赶上云海。你别说出来啊，我还能想象一下。 那边的风景真的是特别美，我想去那边看一看。重新出发吧！看来这一趟家没白回啊。嗯，至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。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。30岁，重新出发吧！小孩吧，你等着。好了，下一位。 你要咖啡，要茶叶？要茶叶。茶叶几盒？2盒。2盒。好，来，2盒一个包装。来，扫一下码。后面的也是要茶叶吗？对。你说你非要送我回家，然后自己再打车回去。我都已经10多天没见你了，就是想多跟你待一会儿，多待10分钟也行。好，我好好补偿你。好啊，你说的啊。我说的。 那你让我去你家里看看吧。不行。家里有阿姨，还有孩子。那就等他们不在的时候嘛。我就想看看你家什么样子，我看看就走，求你了。肯定不行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应该提这种要求让你为难的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没有，除了这个，别的我都答应了。嗯。 那你慢点开车。好。哎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吃到火锅啊！对啊，这个生活也挺美好的吧？嗯。 嗯，好开心啊！晚上这边天凉，所以要吃点热乎的东西。嗯，哇，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，特别温暖。嗯，啊，人心都很淳朴，反正跟大城市完全不一样。嗯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你们三位多吃点啊。好，谢谢。还有菜。还有啊。快，你们多吃点。嗯。所以就想带你们俩来感受一下。嗯嗯。哎，那你带许幻山来过吗？他来过呀，第一次来看茶厂的时候他就来过。嗯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我之前为什么怀疑他？ 我们之间也变得不那么亲密了，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你说我们俩没话说吧，也不是，也有挺多话说的。但是后来我反思了一下，我们说的70%好像都是因为工作事业，剩下的30%呢，大部分是子言。嗯，关于我们俩个人的情绪跟感受，真的好像从没聊起过。嗯，现在有了茶厂呢。 我反而觉得自己充实了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在意那些细碎的东西了，所以这一点是我想改变的。改变挺好的，我吧从小到大都特别习惯的去依赖别人，这点你最清楚了。什么大事小事啊，我总想着，哎呀不着急，再等等，再想想，要不然问问别人的意见。可真正别人给你的意见是你自己内心想要的吗？不一定。 嗯，活了30年，好像才刚刚找着点自己，至少懂得去拒绝了嘛。所以我就想，不管能不能负担得起别人，先负担得起自己吧。来，为自己。小青长大了，为自己干杯！嗯，我们只有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呢，才会更加了解自己的。嗯，你看我。 离开老家这么多年了，小珍呢，没什么变化。嗯，但是我呢，我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呀。我的心安不下来，所以呢，所以这次回到家，我就更加笃定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他会回来。嗯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上海。 再创高峰，再接再厉，一定可以的。哎，来，嗯，慢慢吃。还有啊，不用准备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放好放好放好。哎，这些菜都是我爱吃的，真的，真好开心，开心最重要。女孩子最喜欢喝的奶茶啊，还有奶茶，这儿怎么会有奶茶呀？谢谢谢谢谢谢，慢用啊，慢用，谢谢谢谢。其实今天我们是沾了小琴的光啊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奶茶啊，是有人专门送给小琴的。嗯，谁啊？小琴，有人在村口等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没开玩笑。快去看看吧。 往右拐，直走。谁啊？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谁啦？你干嘛呢？我切豆腐呢。哦。哎，刚才我切那几个菜，你吃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弄那么大阵仗，就是来送外卖的呀？也不是。 我把你好多喜欢的东西也都带来了，嗯，那招财猫就在车上呢。我从老家回来，知道你来这儿了，我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。过来干嘛？接你回家。哦。哎，你眼镜呢？我换隐形了。 那你舒服吗？不太舒服。那卖眼镜的人让我买年抛，说年抛便宜，不是便宜，是年抛好，我也没用。你别装睡啊！啊，嗯啊，各位，能说说？ 啊！你们开房车怎么从湖南回上海啊？你知道要开多少天吗？不知道呀。那你这要跟他回去啊？那反正我也要回去，我就搭个顺风车呗。嗯。你怎么仿佛一副很享受的样子？啊！那我就搭个顺风车好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说你是不是早就想坐房车回去？不过我跟你说，你脑子真紧啊！你这一路回去，身边要考察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痛改前非。 有道理哎，嗯，什么有道理？我觉得陈老师挺好的，你不知道，这次陈老师真的改变很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把眼镜给摘了，这个意思啊？这个没了，他戴隐形眼镜了啊！对的，他平的，他能戴得进去吗？他眼睛那么小，你怎么知道？ 怎么了？哎，我的茶树有人认养了，真的！你看，陈宇捣乱了他。哎，谢谢陈老师啊，要不是看在你大人面子上，陈老师这么抠的人还能认领茶树？小青，你又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这回这个通道开启以后，我们到上海就可以大肆宣传了。顾佳，你得反省一下。 你之前你开启了那么久，你是不是都没有人？你看我们一来，我们是不是你的福星？你马上就开启，对啊，老曼妮啊，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呀，你别闹了，真的有个礼物啊！别闹了，我才不想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呀，不要吗？呀呀，你不是不看吗？有本事你别要啊！这份礼物我喜欢，那我收下了啊，不客气啊。 不过你怎么买二等座呀？你不能买个商务舱啊，头等座。哎，人家创业不容易嘛，你干脆跟他们坐房车。讨厌你们俩！不管啊，我就从小就坐电动车。你脚好臭啊！你干什么呀？在上海等你啊。嗯，我走了。嗯，慢点啊。嗯，慢点开。拜拜。走了。一个人开回去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吧？那我在上海等你了。我走了。嗯。拜拜，拜拜。 哎，过瘾吗？过瘾了，走吧。这么酷的车，我也想开。开什么呀？你也没驾照。我有啊。你哪来驾照啊？我考。哎，烤肠你吃吗？咖啡你喝不喝？啊，都行。 发你了啊！按照这个路线走，每一站都有惊喜，肯定能求婚成功的。给，咖啡。导航已经设好了，咱出发。 哎，你把手机收起来，干嘛？我想啊，以前我一上车就睡觉，都是你又要开车又要看导航，我都没关心过。现在剩下的路交给我吧。不用，你哪看得懂地图啊？那手机导航有什么不会的？都有提示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看好路线，盯好路况的。不是，啊？怎么走我已经想好了，不用你，真的。你怎么走告诉我呀？ 听我的，出发吧！走啊！哎，你别看手机，你看路啊！不是说好了我帮你导航吗？你这么不相信我？我没不相信你。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，你设定的那路线能路过兴城吗？会呀，你不是跟我说那儿有一个房车营地，今天晚上在那儿驻扎吗？啊，我是按照你说的路线导航的呀。哦，那就行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开过了。啊？那个。 刚那个出口，没下去，开过了。没关系，前面找地儿咱们掉头。我不去了，这个下一个出口要42公里呢。那怎么办啊？咱们得去营地啊，今天晚上。你看，我说让你打开语音导航，你偏不听，非要自己看手机。不行，前面找地儿掉头。不是啊，是你要自己看手机，你不看路，然后跟我说话，我一分神。 就没盯住，200米就过去了呀！我跟你说，不是晚上去营地呀，这现在去不了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去不了营地，找个酒店也能住嘛。住酒店？随遇而安挺好的。你好好开车，你好好看路啊。我帮你看看有什么酒店。 过了没去成，你往回开呀！都已经开出这么老远了，我再掉头往回开，会不会太明显啊？人家那钱可是不会退的啊！没说钱的事儿。那你今晚住哪儿啊？在县城里随便找了个小旅馆。你嫂子说她不愿意睡车里。你也是笨得可以。我看了看导航，问题不大。明儿啊，你争点气，拿回导航权，努力开回原路线上。 咱们后面还有安排呢，啊！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先不说了，挂了。这个是你房间的房卡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把那个袋子给我。晚安。晚安。 这段时间，谢谢你的照顾。这是怎么了？工作不开心啊？不是，我要回上海了。我跟我妈妈都约好了，下周咱们两家人一起吃个饭。你现在说回上海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张志，我以为我在上海受了点挫折就能死心，回来求一份安稳。但我回来之后，其实每时每刻我都想回去。我已经接受那样的生活了，我不甘心，我还想拼。拼什么呀？ 人拼来拼去，不就是为了成个好家，把日子过顺当、过安逸吗？啊，你留下来，这些马上就都是现实了。人不能只为了成家吧？两个不同路的人成了家，会比一个人更寂寞。你是我第一个公开的女朋友。 大家都认为我们马上要结婚了。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结婚的话，张志，我留不下来。小镇很好，家里很好，你也很好，是我的问题。你相信我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啊。 你留下来，车子、房子都是现成的，工作呢，稳定轻松，生活安逸自由。哎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地方它能给人安全感呀。你说看得见的，医疗、就业、教育、养老；看不见的生老病死，在这儿这些通通都有保障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你说的都没错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就是待不下去。 张志，你很好，是我没有福气。对不起了。你站住！王曼妮，你想过没有？回上海3个字说着简单，可是你知道你回去之后面对你的将是什么吗？你一切从头开始啊！ 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比美貌一年的小姑娘年轻的，不要钱似的往上海冲，比事业是，上海看上去比家里机会多，可是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努力，在上海他都只能飘着，想定居有可能吗？我是过来人。 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一个人啊，他有权利选择平凡又幸福的活着。那我也有权不选吧？再见。 这样的孩子呀，说好了踏踏实实在家里过日子，咱也不走了，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妮妮啊，你是不是太任性了？你说你要出去看世界，你在家里就不能看世界了吗？妈。 留在你们身边，你们踏实。我不踏实。你就再给我几年时间，你让我再到上海再拼几年。等我有能力了，等我稳定了，我第一时间就把你们接过去，行吗？我们都一把岁数了，我们折腾不起。你们不是折腾不起，你们是不想折腾呀。 妈，你说我能在这生活吗？我能，我在这都长了20年了，回来觉得不适应，就是个时间问题。你让我再待上个半年1年，都能习惯。但这是个想不想的问题呀。家里很好，你们也对我很好，叔叔阿姨也对我很关心，每天到单位，天天同事给我送早饭吃。这种安逸和舒心，我相信一定有人喜欢过这种日子，但我就是不喜欢。我还是想回上海去。我在那里跌过跟头，想想还是不服气。我还是想要在哪儿跌倒就要在哪儿爬起来，所以就算吃苦，我也一定要回去。 妮妮啊，这个原本是留给你结婚用的，现在啊，你自己拿着吧。今后的路怎么走，全靠你自己了。密码是你的生日。 岁数了，你爸爸的身体远不如以前。我们就是想一家人在一起，可以有个相互照顾。你非要走吗？ 走吧，踏踏实实的走，每一步都算数。哎呦，保重。走了。